丛林露营还帮扶，我觉得那个帮扶就不行了。啊，杰克打他，他可以打回去啊，没关系啊，那边看。我觉得那个敦敦只能怪怪他放手痒，怪自己手痒，跟怪为什么有骷髅嘛。嗯，对，有木头，我这里都是丛林木。对呀、啊，重开，真的吗？阿高，重开，真的吗？哎，秋风连续说了，我上去哦，我先上去。去吧，去吧。好。是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快要铁了哎、欸，我先记，我先记一下位置吧。白痴哦！你怎么了？枯工啊！想要重开？好，好，这样要上去吗？观看大厅啊，走啊！奶奶，这时候要说到底是谁放马的？谁招骷髅马的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哎，上来一下哦。哦，对啊，他们。不要再骑马，不要再骑马，不要再骑马，摔倒了。要干嘛就骑一下。谁放的先自首？谁放的？谁自首？我放的，对不起大家。抓到了，战犯。他居然骑上去了。什么？原来是鬼鬼。他居然拉着他们，居然还骑上去了。好猛哦！真的是没想到。温尊表示委屈，有没有？流情人在打，一颗都没在留情的。哎呀，可以打，可以动手，他狂追啊！所以敦敦，你知道敌人是谁了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先打了先打了，四人恩怨先出力了。你知道敌人是谁了？笑，念在我帮你重开的份上，不要这么激动。开好了吗？好了，应该开好了。等等，确认一下。好，再次确认。那、等一下是选刚刚的队伍吗？还是对对，选刚刚的颜色。好，刚刚我是紫色，我是黄色。我帮你们开那个选 okay, 开好选队伍选择权呢、啊。我是什么颜色？忘了，忘了。你问你的队友好不好？问你的队友，你是白色啊？你是白色，白色是几队？我有问题。我的书是乱码啊，要变观察者看呢。我的也没有给那个吧？是不是没有给权限啊？要对那个应该是没有。我记得上一次那个会读书多开心，那个创造者的权限。那怎么用？书是乱码的那个对话框打加一，我们这样比较好弄。对，然后这样聊天室打加一，我被排挤了，欺负新人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新人没有那个 OP 啊，所以他们不能弄啊。排挤新人，排挤新人，有都得了，都得了，有人帮我弄，有，所以是选刚刚的队伍，刚刚的颜色，对，刚刚的颜色。巧克力要回去那个接受反清的惩罚。我建议他回来。然后带开之后，带开全部带开之后就开始喽。好的，好。我在哪里？那如果都不走会怎么样？我们去尿尿，我们去尿尿吧。阿金，我陪你，不走就陪你。什么都不要走。阿金，我陪你，我不走。有了。刚刚你上去的时候就发现了题。发现什么铁？但准备进去挖的时候，发现窟窿在背对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重新哇，重新又是同样的运气，重新的运气了。嗯。噔噔噔噔噔。倒数。再度来啦！刚刚在树旁边，希望这次也在树旁边。走！哇塞！哎、哦，可以一模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微微的小差别。对，哎、欸，要打的时候小心怪哦。刚刚有的话，现在可能也会有。小鸡，
我超怕又遇到那个苦力怕之类的，超可怕。所以看一下，可是甘蔗好像还是没看到。嗯，这么大片海域应该要有。我看到鬼鬼，真假？你看到鬼鬼？嗯。你别来，我觉得那个武器要先做，赶快做个斧头、哦。好好好，我做好了，要帮你做吗？好啊，谢谢。你们在哪里？走到边界了。有阿比，我们在附近，可以可以，你多打一点木头。好。你工具做了吗？还没。给你给你给你。谢谢。在哪里？山坡上吗？就我这个这边过去就是了。好。他在登山。哦，他刚刚二零也来，二零他们在跳。玩了玩，他们哪一队？他们哪一队？是不是有新人？有新人呢、欸？有新人是不是应该要打过打回去了？阿比，阿比，我们要作战了。好好，用 C 的传统。好，我们要维持传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来吧。人在哪？等等等，阿比阿比。好，快点快点，我来了。来。哎、欸，他们回去了。喂、欸，那个洋洋还比洋洋洋洋洋洋。我的天哪！喂。有打一下，鬼鬼要来了，鬼鬼要来了，鬼鬼要跳了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陆地要小心，他们会跳下来，跳下来，所以我们要在水里面还是陆地比较好？没有没有，你对对，阿比你也跟上，有气势在。好，赶蛮远的，还要追吗？看你啊，你追我就追啊。我觉得我们让他体会到了也不错的啦。回去挖木头，可以退了吗、欸？这边有黄金，哎、欸，这边有铁，这边有铁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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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的地方，刚刚的地方。你有搞石镐可以挖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可以，可以准备一下。这边，那这里，那这里。我们赶快弄个石头。好，我跟你讲在哪里，就在他们登山的洞窟里面。好，你弄石头。好，我们保护你，我们继续砍树。让洋洋知道我们 UHC。不是好惹的，派超派，阿比有体验过啊，有吗？没有吗、嗯？有啦，不过不是新人的时候，但也是够可怕了，好吗？光看到一个咖啡色的可可豆跑过来，就够可怕了。没有，大家都要努力的维持嘛。原来我们是那个万圣节去跟人家要糖果那种，去下一波。主要是这一次邀请的是那个姚邀请的，自己邀请的人自己砍。啊，过去我邀的真的都被我砍死了。哦，所以是因为念在就是哎，不算完全是巧克力邀，还没有开砍。对对 对, 对，是这样吗？哦，有鹦鹉哎，好可爱哦。鹦鹉，鹦鹉是要种子吗？种子就好。我想要带它走。啊，黄金。哎、欸，那个有石头了吗？我们可以用镐。我放在工作台上面，有镐子。这里，哎、欸，好，我刚捡到了，有一把。啊，谢谢，有。对不起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一颗种子就可以驯养了吗？没事。啊！干嘛？多余。哦。运气太好了吧？第一颗就中。有人可以救我吗？你在哪里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追你吗？他在水上吗？好像是。哎呀，看到看到看到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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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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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颗就中。哇塞！那你好运气。嗯。我难过。年年有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。没有，这代表你等一下说不定有没有锤。哇哇！哦。杨杨。还是逃不过哎、欸。还是难逃这个。太可怕了！欸、你优良传统，优良传统。我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没有种子，打不到种子吗？优良传统没有，是种子一颗没有办法驯服哎。哦，对啊，我喂了四颗，不一定。那我帮你打，你在哪里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。你最好，哇塞，这个你可以赶快去挖那个铁。我挖了，我挖了，我挖了，我在等熔炉。666666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哦有一只有一只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啊，你们要吗？
没关系。鹦鹉吗？对啊，还有一只哦。这样我会舍不得死。我们应该说舍不得离开这张地图。会有感情。哦，有吗？有吗？钓鱼？真的吗？赶快钓鱼！有吗？整个真的是很开心在玩这边。有吗？有可可豆，太棒了！刚刚原本太远了，我都舍不得打，近的就打了。哎，很难呢、欸，好难驯服哦。嗯。行不行？一定要可以。我们这样子，等一下我们有那个鹦鹉，对方也不敢打、啊，这么可爱、欸，鹦鹉会跑去捉它。希望可以成功。有两只，两只，两只。哦，那你肩膀就割一只哎、欸哦。对啊，真棒！鹦鹉小王子啊！鹦鹉小王子，我回去找你们。鹦鹉小王子是你？对啊，哇，阿比都在外面。我们可以往下挖啦。嗯，好。我刚刚滴一下就渡鱼，有点小阴影嘛，没关系啊。对，没有，就代表那个衰的已经结束了。嗯，好，接下来都是好运不断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吓白痴哦、喔！绿色鹦鹉是你的吗？被他鹦鹉吓，不是，他在旁边突然叫了一下，然后又绿绿的东西，以为是苦力怕绿，很可爱。真可爱啊！吓到，哎呦！哦、你没手死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应该是掉到岩浆。阿姨，圆圆，圆圆，好烧，好烧！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，这烧好，我要放题。你要放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想放碳而已。远方，远方有人。这个鹦鹉好可爱哦，还是蓝色的诶。蓝色跟绿色。哦，阿姨是阿姨的意思，不是重来的意思。哦，所以我意思都是圆圆圆圆哦，圆圆。刚好圆圆死掉，他叫阿姨，我觉得这个 tempo 怪怪的、啊。哎，哎，那个上面可以堵啊。我们就可以往下。好，我给你这个。还是你们要努力找找甘蔗。给你。真的走在哎、欸，你小心不要挥到鹦鹉哦。我知道，紧急了两只鹦鹉。稿子有没有挥到啊？啊，鹦鹉可以生吗？不行。那挥到它就一下就死了吗？它血很少，我只记得这个。你挥到它几下，你等一下就被烧几下。啊！我不会，我绝对不会挥到他的。我是怕你受到鹦鹉的诅咒。不要！我听说是有这种诅咒、啊。小哥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鹦鹉停着啊？我真的很怕，我挖一挖打到他。我在帮你们往下挖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在他旁边，你蹲着，鹦鹉就会停在你肩膀上了。你往下，你挖，你往下挖。往下挖吗？好。啊我往下挖，你又嫌弃我，我怕你挖到蠢鱼。不是那一只，它在这边逛大街，我很怕我挥到它，我就要变烤兔肉了。我像是鹦鹉骑士哦，我身上各一只哦。好，我超帅。我要拿西瓜给他们拍照。请点救急龙。繁星，你要不要抓你下来？好了，下去了。我东西挖走。好。挖到十层都可以。哎、欸，哦，不过因为这里会顶到上面，所以很容易那个鹦鹉就掉下来了。嗯。哎、欸，来推鹦鹉。有人说巧，我是巧康勇。巧康勇，肩膀上有鹦鹉啊。康永哥，谢谢。你还不只有一只，你有两只哎！我是两倍的康永。我真的有时候会就是想说，是不是听到怪的声音，吓一跳。我的鹦鹉，哎、欸，我这鹦鹉学会了嘶嘶声哦，所以刚刚他那边是有听到什么就会叫什么。对啊。欸、阿比，你有盾了吗？
还没。给你。你有盾了吗？艾比，你有盾了吗？艾比，你有盾了。那鸟怎么跑掉了？我是鹦鹉。这只鹦鹉好大。为什么你给阿比不给我？我给你过了。哎，真的耶！哇塞！你什么时候放在我的物品栏里？你会变魔法、啊？厉害吧？好厉害啊！我在你挖铁的时候说巧克力给你了啊！请请放到我的物品栏。来来，请后置的注意一下，他刚刚挖碳的时候那一段。我说：“哎，巧克力给你这边。”有碎石。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你变魔法、欸。这碎石要不要换地方走？其实都还好啊，还是阿比我来。好好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哎、欸，你的鸟不受控啊！我上不去了，我上来了。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转弯呢？哎、欸，我挖了，我再挖了。二十层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挖挖附近了，就有黄金了、啊。我怎么记得可以把鹦鹉停着啊？没有，可是因为你跳的时候，鹦鹉会鹦鹉就动。哦，你说蹲让鹦鹉坐着吗？对啊，不是对啊，右键也可以。